来海鲜，我在泡泡玛特买到的彩虹 Cry Baby 系列，一天跑三家泡泡玛特才买到这些东西，都还没有把全部买到。买到多少就开箱多少。这个是酷娃系 Up Baby 系列袜子套装，它有三款呢。这个是白色配上就是一条彩虹旗跟酷娃的脸，然后这个就只是文字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整个都是彩虹的颜色，而且我也完全不知道它尺寸怎么样，要先买，它也没有尺寸可以选。第二个是帆布包，哇，它的扣子是这样子呢，是实体的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暗袋。我不是 gay 哦，我是 gay， 很可爱的，嗯。而且它总共有两个款式，各个酷娃的站在一起，然后就是后面写这个 share up baby， 它很可爱耶，能不买吗？能不买吗？然后就是贴纸，我看起来会像是买贴纸来的吗？可是因为它真的就是只剩这些东西了。这个是我最开心买到的徽章，这个很适合我呢。叠在衣服上这边，能不买吗？很适合我呢。然后这个呢，就刚好拿下来，我就随手买下来了。手机挂件的也是这个。哦，是花花兔哎。好了，这就是以上我就是乱花钱的。